好了，好。电视中的画面跟着那个讲师的人一直移动。对，你看还放大。我刚想到，他这半身可以追求生，遥控器追求生。嗯，他那个有遥控器哦。遥控器啊。然后这是。哦，我们学校那时候买的没有遥控器。是吗？嗯。像不一样吧？嗯，不一样。但是功能是接近的。我目前不太用了。很方便的，我们在上那个生科课的时候，你还想当名师的话，这就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看，啊，之前有种是那种是追踪器的，是要带红外线跑器的，没有，这样很好，可以看，这样很大，很清楚。如果是想要当超级名师，这是必须要必备的。来，我刚刚来放大一下。我刚刚是点这个。我是看起来很像的，我要说，算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在语句当中，